好啦，大家好，我都系头昏啖气啦。嗱，跟住嗰啲结局咧，我就一系就唔好讲，一系就讲落去啦。再见了李选民，再见了产业，你一声冷笑，你瞪大咗眼睛，冷异常咁睇住你，同时抽出手枪，并瞄准咗佢。知道为什么从 AK 集团嗰一日就对你特别注意吗？每一次你接。突然接近，每一次露出你个笑容，我心里面谂住你真系个天使，但你哋仲说咗一句提醒咗我，没有永远嘅敌人，也没有永远嘅伙伴。于是我特意调查咗你，结果你还是真系相当有趣。我系 X 组织嘅同事，产业代号 C， 跟我同一年就进入 X 组织，而你几乎嘅成绩都系同我不相上下。也许我们早一啲认识，我就会告诉你呢个更有趣嘅事。什么事？他开始动摇，攞着枪手，不觉咁紧张，咁样对紧住。我讲啲咩啊？依然这一切都系逃唔过你只眼睛，你嘴角勾起一抹不经意察觉嘅笑。关于你嘅身世，你本来出身于一个勤实显赫嘅大家族，依然你嘅家族在一夕之间全部覆灭，家破人亡系啦，你就这样进咗孤儿院，成为 X 组织收养嘅第一个仔。如果你知道强大 X 组织幕后嘅财团，其实就系捣乱你家族嘅罪魁祸首，那该是多有趣嘅一件事啊！哈哈哈！你要有兴致地看着的表情变化。啊，唔小心暗错仔添，呢个系我睇《盗墓笔记》嗰啲，好彩加密咗咧。你说什么者？怎么可能？他攞着枪手开始不稳，瞄准咗时机，朝着他胸口一枪。你还没有来得开枪，灿儿就这样倒下。呼！你终于松咗口气。你唔补翻粒枪噶？感觉自己只脚都软咗，因为你心里没有把握。你对灿儿说嗰啲话，都系你自己临时呃出嚟嘅，目的就系为咗使他慌乱，然后趁机先发制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弱点，佢嘅弱点太渴望自由，而你经过调查知道 C 嘅出世，还知道佢一直调查自己家族嘅事，不管是因为不甘心家族无奈，还是其他目的，反正你成功利用佢这个弱点，再出色嘅猎人也会自己嘅冤孽啊！你曾经被张亚森获欺，利用自己嘅冤孽，如今你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利用了 C 嘅软语解救你自己，唔系话聪明反被聪明咩？你终究冇事一样离开咗那条小巷，默默进入混乱嘅人群中。明天不，现在你都去一个新嘅地方去寻觅真正嘅自由。但愿上天不会阻跟你开玩笑，系咯？但愿吧。恭喜你达到唯一嘅生存结局。唔通仲有个结局啊？我睇。哦，我终于做完啦，哈哈哈哈哈！依个系列终于搞掂啦，最终回啦，我太犀利啦，终于玩到第三个结局啦，跟住我尽冇错的。好啦，今次又系终于结束啦，俾大家听下。你觉得受欢迎大家嚟玩啦，好啦，今次咧就到依度啦，跟住就送下啲推介下，如果话下一次玩啲咩啦，好多游戏嘅依度，好啦，下次再见，睇先，上传埋佢啫，上传埋呢条影片，仲未上传完。好啦，咁我哋就，想睇就睇啦，系啦，喺呢个啦，哦，冇事，好啦，就拜拜。